我完全同意一般学者这个结论，就是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目前的战争充分显示乌克兰他唯有靠自己，他甚至还是欧洲国家那么欧美国家这么紧密的经贸关系和民主的认同，但是北约、欧盟、美国完全都没有介入，完全没有派军来支持你，他最多给你一些武器啊。那么但是呢，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其实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民族甚至宗教文化上的渊源和牵连，所以从这一点上的确俄乌之间的关系和两岸之间的关系有若干相当的相似度。那么如果是按照我认为，如果是按照民进党他既定的策略，他就是要推动台独的话，那么真的民进党政府必须要准备好，你要自己打这个仗，你必须你就算别的美国愿意源源不断的给你武器，你要准备好这个钱去买，然后你还必须务实一点，就算你把全民都武装起来，愿意打的人武装起来，我相信有很多老百姓是不愿意打的。那么就算有愿意打的人武装起来，你有相当的军备，在现实的判断上你还是没有办法对抗中国大陆。如果两岸真的是兵戎相见的时候，台湾是完全没有机会，除非美国过来，除非日本过来，但是美国和日本根据大部分学者的判断是不会过来，因为一过来他们卷入战争，这就是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美国、中国甚至日本在未来都可能是配备核武力的，那么如果说美日不顾一切介入台海的争端战争的话，我相信中国大陆到时候会也是完全的予以反击，那个时候就不是简单的两岸之间的问题啊。那这个是循着蔡政府他的意向在说的，我个人的看法完全是另外一面。我觉得两岸的问题本来就应该和平和谈来解决，那么美国他写在三个公报里面的五十年来也一直都是明明白白的主张，两岸的问题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和平谈判来解决。我认为蔡英文政府、民进党政府最大的错误，就是一直放不下那个台独的迷思，甚至这个概念不知道，它没有一个逻辑上的必然性，它就是某一些人想要追逐台湾的本土意识无限的扩大，反而去蒙蔽了两岸其实原来是同源同种共同的文化。那如果譬如说现在假使民进党政府以后说要双语制，一个是英语一个是台语，可以，我们可以不说中文，以后的小朋友不说中文，那么是不是麻烦民进党主张独立的人士，你先发明一套台文，你把台湾的文字自己发展出来，和闽南语也切开，那么你或许真的有逻辑上的道理去追逐一个台湾的独立。是，那另外就想要分析一个观点，是有关于俄罗斯，就是前进了72小时。照理说72小时是一个基准点，就是你能不能攻下这个国家。但是呢，他没有攻下乌克兰第二大城，就让人不免去想说，乌克兰是不是这么小的兵力可以阻挡俄罗斯这么大的军队？我觉得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不可否认，现在除了实际的军事战，还有很多电子战、其他金融战，最重要是讯息战。那么目前军情的讯息是非常不透明的，啊，乌克兰政府发布乌克兰政府的讯息，俄罗斯发布俄罗斯的，欧美通常都只是转述，啊，所以有很多第一手发布的讯息到一两天后被证明其实不是这样子，被证明是虚假的，双方可能都有。所以我个人倒是觉得说三天四天还没有所谓攻下来，这个有策略战略的或战术上的意义在里面。因为
俄罗斯他说明了普丁，我听他公开的说明，他就说他的意思，他的意图并不是要占领乌克兰。第二，所以他不会用大规模像美国以前轰炸南斯拉夫那样子大规模的造成很大的平民损伤的方式去震撼或者制压制服对手，去接收那个破烂的城市，这不是他要的。他要的是希望保有一个保留一个尽可能完整的乌克兰，但是他要谈判。他的两个目的，他普丁说了一个是希望要把乌克兰非军事化，也就是把他的军事设施让他瘫痪，使他没有办法再去打仗。第二个就是使他非纳粹化。那这个一般的解读是说他希望要把政府换掉，因为他认为说泽伦斯基目前的纯亲美的政府是要去恶化，然后再清洗乌东的这些俄罗斯裔的或者政教啊，这个政教的不同宗教的这些人民人口。另外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就跟台湾的去中化和去中国历史非常相似，对。